welcome to my channel. Today I have my mom. Hi. Hi. We're gonna share her recipe on how she makes tea eggs, but she's not actually going to use any tea leaves. Mm-hmm. So it's a pretty simple recipe and we're excited to share with you. The rest of the video will be in Mandarin, so I'll add subtitles at the bottom so you can follow along. The ingredients and the steps will also be listed as well. So if you're interested, stay tuned. Hey,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没有茶的茶叶蛋。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没有茶的茶叶蛋呢？因为有一个中医老妈妈曾经告诉我，她说茶和蛋千万不要煮在一块儿，因为如果有痛风的话，对痛风的人是很不好的。然后茶叶蛋又非常的方便，不管你是旅行或者是坐飞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心。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没有茶的茶叶蛋。那首先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需要备用的材料。首先需要的是八角、肉桂、月桂叶 （bay leaves）， 然后还需要陈皮，然后这是甘草，然后冰糖、大蒜，还有一些姜片，很简单。那我们今天手上没有八角、月桂叶或者是肉桂， so 我们用这个卤味包来代替。这个卤味包呢，其实也有别的一些香料，不过也无所谓，最主要就是那三样东西。接下来再介绍一些我们要的酱料调味料。我让妈妈，我们这边有酱油。那酱油的话你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的酱油是比较甜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不用放冰糖。如果你的酱油是比较不甜的话，你可以就是看你自己的口味。那我这边有老抽、生抽，老抽可以增加它的色泽，所以随便你的选择。但其实要先把它洗一洗，然后煮好，跟水煮蛋一样。对，差不多煮个5到10分钟以后，然后把水给放凉之后，因为放凉的话，它那个蛋会慢慢的捂熟。然后放凉之后呢，现在已经差不多温温的，有点凉了，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把水倒掉，然后把蛋壳敲一敲。蛋有两种方式，如果你不想用手把它弄湿的话，你就这样敲一敲，随便这样敲。那当然了，这样子敲会比较方便一点，就每一个都敲到，这样子的话汤汁可以入味，然后颜色也可以进去。加满，盖过这个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到炉子上去煮，然后加，然后加茶包、陈皮，姜，还有，然后要大。那个老抽要多少呢？大概 3 tablespoons 普通的 soy sauce， 普通的酱油。我们就可以放到炉子上面去煮了。刚刚火开了，然后煮了25分钟，用小火煮，差不多25分钟过后就把火关了，盖子盖上，让它焖到凉。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结果。那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完成的茶叶蛋，我们总共煮了三次，每一次煮25分钟，水滚了就把它关，放凉再开，总共三次，它就会比较入味，颜色也会上的比较深一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茶叶蛋，因为在煮之前已经敲把壳敲出花纹了，我们剥的时候应该茶叶蛋的颜色和纹路都会很漂亮。好，这是我们剥完壳的茶叶蛋，其实它的花纹很漂亮，颜色上的也很好看，应该也挺入味的。那我们就来尝一下吧。好，那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我们煮出来的茶叶蛋，很入味哦，很一般，一般，蛋白的颜色都已经变色了。好吃，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这个没有茶的茶叶蛋非常好吃哦。有的时候你一次吃一颗是不够的，像我妈妈每一次要吃好几颗。Okay, wel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our video today. I hope you enjoyed it. This recipe is very simple. It's something my mom and my grandmother makes all the time, and it seems that the eggs go really fast. Usually, we can't have just one in one setting.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tuned for the next cooking video. Bye. Thank you, bye. 月桂叶，月桂叶。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